上车对不对？走吧，各位，上车上车。怎么？哦，来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下，大家都到了对不对？一二三四。对。嗯。耶、yeah.。我们先结盟吧，这游戏就是要结盟才会赢。可以啦，他、就是你回头的时候就一二三木头人了，我阿妈来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肯定肯定。哎、欸，太容易了，我阿妈怎么不走过来？哎、欸欸，这个倒不过来啊！有了有了。哎，玩得好哎、欸，避免哇！你冲那么快吗，兄弟？你怎么冲的？扛都可以冲，扛错吗？兄弟可以冲，要冲，扛完全可以冲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看这两个人可以活多久啊？按复我，按复我，应该有复我可以按。按脚旋。阿美，我跟你说，这关要选雨伞。这关选雨伞最简单。真的，很像。沿着路线走。哦。按 W S D 可以沿着路线走路。它很像电流狙击棒嘛？哦，有哎、欸，有在走哎、欸。啊，很厉害呢、欸。没有，我后来没有选到雨伞。阿美来玩都会啊。没有啊，我。啊！不是，你怎么死掉？什么要分两组？我要加入 A 队，加入阿宇，我们被分开了，你去对面吧。右键点他，右键点他，右键点他。数值拿到右侧时，蹲下拉绳。我只能说啦。怎样？哦，我们是不是要去绳子那边了？还没开始吧？还没开始。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在正在拉。啊，已经在拉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都死了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赢了、欸！哎、欸，弹珠这个要找人单挑喽。自己是要来，我要去。菲利没跑啦！你要换弹珠，换弹珠，然后你看你要放几颗？对，嗯，你猜一下吧，猜我几颗？哦，请你猜弹珠。No，、欸、给、欸、我五颗。他猜错了，你开四颗弹珠，舒服。为什么？舒服舒服。你被来，请你放弹珠。来了，我要猜了。来，请猜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我按错了，真的是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先随便猜一个，我们先练习一下。好, 好，来吧，我只要猜奇数偶数是不是？哥吗？还是我要、啊、我要拿在副手上面，对不对？没死了、欸，你可以换道具啊！你们要再试一场，还是要叫观众？再试一场，再试一场，再试一场。这个是不是除了这个只能在跳的，这个只能跳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其实根本不能跑步啊。没错。阿文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哎、欸，你们都好快、啊。阿云倒啦！按 Ctrl 跟那个。对 ，Ctrl 加跳、哦，超快。不要不要，你在干嘛？谁啊？谁打我？有人陪你了，阿宇。谁是阿猫？凶杀现场。我都要点开他的实况，看一下他的表情。哦，好，冲杀！这样，冲冲冲！又跑又跑。其实这么不够的时间，我应该是稳到爆炸。这样就没了，我是你死，好可怕，绝对不能，欸、我断了哎、欸，断了，行哎、欸，真的不能停哎、欸嗯，哭啊，哎、欸、我好像没进去，好像可以、欸，开始嘞、欸，后面你临界点的时候按 shift， 哦，哎、欸、这有 feel 哎、欸，带感哎、欸，只要按一下 shift 就好了吧，是按越久你拉越多吧，拉超过就是溃烂，不是我发现那个 shift 按多，那个电脑还会提醒按太多次，对，我大概中间的时候就可以按嘞、欸，还是他一直都可以按，然后。不行不行，他本身没按。好啦，白弹珠环节。大王大王，来来来来来。感觉老猫这个人个性就是该。请你蹲下，请你蹲下。Okay. 来，我好了、okay. 我好了。没错，换你了，换你了。哎呦，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没错，完全的明白你的打法、欸。我杰伦这里嘛，刚刚酸树他这里感觉疯狗。然后等我一下，我还在放。没有见道具。到玻璃，哎、欸，我看见了，看不到，我看到了，我看不到，我看到了，我也看得到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我看到了，是懒猫，我看到了，是懒猫，太狠了吧！哎、欸，我在下面看你们呢、欸，好笑、喔，右边，我在下面看你们。哎、欸，至少还要五分钟。你在上面爬、啊，这样没办法帮你测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跳不起来？太狠了，结束了，还找观众一起了吧？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人。我感觉我超快、欸，一次过。我已经到了。我刚刚原本要走到，一直被打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哇，我被点了，哎、好狠哦、喔！倒啦！很快、欸。快！你可以复活，你可以复活，我们可以复活、欸，我们可以复活。雨伞吧，雨伞吧，大碗。来啊，走啊！其实雨伞直接看了一下，没有很难的、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样大王有感受到了吗？一直干，其实我觉得我跟鬼一样哎、欸，真的、哦。哎、嗯欸，你死了、欸，你真的跟鬼一样哎、欸！第二次完美通过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想一下吧。
恭喜你通过第二项游戏。观众是不是比我们想的有料啊？难道我们最烂？观众那个有参加过前几届还活着，很难经手哎、欸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淘汰一个人来了，蓝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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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光组队蓝队。你们台湾讲了，我已经加入红队了，但为什么红队没人呢？你们讲一个蓝队人，红队转红队，转红队，转红队，转红队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加入了。对，时光组队怎么输？可以哦，我的队友们应该很 carry 吧？哎，我们现在大幅领先了，让他们去死啊！让他们去死啊！让他们去死。Nice， 再见。输，要玻璃。哎、欸，我看到，我看到右边，右边，大家吗？第一个，一起输啊！你们看我的实力，哎，左边嘛，哎，第二个左边，第二个左边，哎，不右右右，好，第二个是右边。大家有意思吗？你们这是，哎，这有现实啊！是要合作啦！来吧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继续走。在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你要见我，不是我说的，太狠了啦！老猫直接自己选出来，猫给干掉啊！没有你过这关，好吧？对，没有人过。哎，三十秒，感觉好像太短嘞。那是肯定，没错。哎，我看到，没看到，左边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左边，有了。哎，好帅，好帅，跟着他，跟着他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他怎么走右边？原来那个是右边，先右，先右，先右，右边。再来嘞！再来，再来，应该也是右边，第三个也是右边，然后左边可以哦。我们贝利梅再往前也是左边，再往前也是左边。贝利梅，贝利梅，贝利梅左边，贝利梅左边，然后再左边，然后再有再左边，再左边。哦哦，还能起舞吗？懒猫，懒猫谢了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连三，然后右边两个，左边连三，右边两个。前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左边，往前，左边，左边连三啊！哎，左边两个，左边连三，右边两个，就是不信嘛，没关系啊。你们看看，你们这些实况组平常多爱说谎，没有人要相信你们啦。哎，这个感觉进攻很难赢哎。哦，我踩到有，我倒有个赢法，我倒有个赢法，像这样。你都不想把贝利美杀？对啊，我怎么打贝利美？这个赢法。来来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不要碰到白线嘞！哎，熊猫这三个打好多。那熊猫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这么强啊？先扁熊猫啊！先扁熊猫。怎样？哎，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吗？粉红班到终点就赢了。那不用再。粉红班的知道其实不用打吗？走到终点就赢。如果你是真男子汉，真男人哈。哎哎，他作弊！哎哎哎哎哎，作弊！哎，你作弊啊！哎，你作弊啊！对啦。嗯。妹妹讲，今天吃了什么？吃了卡哇伊。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不睡啦，明天再努力。啊，那 boss 啊，那你 boss 现代？哎 ，boss 天才。Nice， 天才。哇。